喂，亲爱的，你在哪里？哦，我吗？啊，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到家了。奇怪，我刚在这附近听到你的手机铃声了。啊，应该是一样的铃声吧。今天请我爸来家里吃饭，你不能缺席。你快到了吧？是，我马上就到了。好。我也受到邀请了。嗯，是世兰吗？周一至周四晚间6到8点，中天娱乐台第三次结婚。